轮到谁来分享周记了呢？呀哈，是我是我，嗨，是我，请把周记本交给我。好的。喏，啊，等了好久，终于轮到我来了。松鼠妹妹，你要好好写哦。没问题。的周记，5月3号，太阳好大好大，我急急忙忙过马路，不小心闯了红灯，吓一跳就跌倒了。奶奶说要特别帮我和哥哥上一堂课，叫做过马路特训。等上完课，我应该就可以变成红绿灯高手喽。叮咚，哦，绿灯了。等一下，母一母一，你要先左右看。对不起，我丢太大力了。没有关系。好险，幸好我有两边看。还有，我和哥哥在等小怪兽船长的时候，因为很无聊，所以玩跳跳船游戏。结果小怪兽船长来了，他发现游戏船故障。他就说是我们把游戏船弄坏的，这怎么可能？冤枉啊！奶奶，松鼠兄妹把游戏船弄坏了，现在开不动。不是我们！还有别急，就慢慢说嘛。奶奶，你看哦，真的坏掉了啦！而且刚刚我来的时候，松鼠哥哥在我的位置玩。哦，松鼠哥哥是这样吗？是这样啊，可是我们也就在玩跳跳船而已啊。好了，这周分享到这边，想知道更多精彩内容，记得到 YouTube 频道收看我们的节目。还有，我准备了小礼物，看完节目记得回来参加抽奖哦！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我们下周见。